书圈的魅力来了。第一位王阳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第二位王潇，我给你的爱不能再重来，对你的过错好像不知悔改，我给你的爱。第三位刘奕君，还有这段背影超喜欢。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。